蒂卡乃最自豪的画作却没人看得懂。重点来，重点来，一个小香菇，开始说吗？抽象啊，对，这是房子，房子有想着很多钱，这个人浮在半空中，我这边画一个陀螺，你看到没有？有啊，有有有，那是陀螺，可以可以，我画的。我真的，我觉得蛮自豪，自豪。你猜得出来到底毕卡乃画的是哪一首歌吗？